我很喜欢玩油画颜料，因为它的颜色很多很丰富，所以我喜欢油画，喜欢有色彩的东西。那认识多肉之后呢，发现多肉也是有很多种颜色，红色系、紫色系、蓝色系、灰色系，然后又慢慢认识了彩叶鱼。彩叶鱼的花色也很多，不知道是农家自己研发的，还是所有的都是进口的。大自然的东西总是色彩就是这么美，这么丰富。所以一旦走入植物的世界，可能就会暂时无法自拔，暂时可能也要好几年哦。谢谢观赏，拜拜。